酒啊。大佐，少喝一些吧，身体要紧。哎呀，我前几天心里一直很难过，今天总算得到了一些安慰。其实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会常陪您去庙里祭拜。不不不，给我安慰的不是佛祖，是你，是你韦景君今天叫了我一声舅舅。要是我妹妹能看见你韦景君，她心里该有多高兴啊。金井先生，莫非有什么喜事要降临呢？喜事，喜事。我今天就此宣布，我要将我的外甥女儿小泽许配给尾井幸太郎。恭喜恭喜啊。来来来，哎，尾井大尉，祝贺你祝贺你，敬你一杯。来，恭喜你尾井君。谢谢穆先生，谢谢穆小姐。请坐请坐啊。韦景君，来，恭喜你。谢谢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小泽与幸太郎最为投缘，虽然他没有跟我说过此事，不过他的心思啊，我早看在眼里了。韦景君跟我共事多年，他为人正直，勤劳踏实，我把小泽托付给他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辜负我的期望。韦景君，你说呢？大佐，您放心，我会善待小泽姑娘的。好，好，给大家倒酒。是。干杯。干杯。来，干杯。